来，你慢走。小点声，小点声。张一斌，对对对，就在那边。在哪？不停的跑，看。好像这个角色会跟游戏里同意吗？我觉得应该会更帅一点。是吗？哇，好高，好高，好高！哇，好高，好高！对，超帅！哇！嗨，那张艺兴跟我招手。哇！超帅的。真的是张艺兴吗？来跟我们招手啊！哎，那觉得本人更帅一点。萌萌应该是最激动的吧？他已经不讲话了。哎，那我们现在先不打扰他，他应该那边还有一个 PM。我们先去休息室等他吧。我们先去休息室准备一下吧。啊，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先去休息室休息一小会儿，然后等我们的岛主准备完以后来休息跟我们会合，我们再采访他，把福利发给大家，好吗？那我们待会儿再见喽。我是来自冒险岛二的方块妞，这次请了张艺兴小哥哥做我们的咩咩岛主。拍摄广告的时候，妞妞也在现场，收集了好多独家花絮。看，这是我们双人的片场尬萌表情包，怎么样？有没有萌到你呢？嘿嘿。啊，小哥哥在看什么？他可以看得这么认真？啊，到底是看什么嘛？现在是张艺兴哥哥登场啦！我们萌萌的小水和蛋先生好像也超级喜欢舞台，快跑呀！张艺兴小哥哥来了。Hello， 大家好，是咩咩岛岛主张艺兴。哎，你知道，连魔都也被方块病毒感染了吗？连东方明珠外滩也沦陷了。这个平行世界里的一切都咻的一声变成了方块，保卫世界的萌力平衡。快快跟我一起上岛，放想象，去冒险，冒险家协会等的就是你。造物大神和超萌小姐姐和你一起玩哦。岛民们久等了，欢迎来到岛主夫人开放日的直播现场。在一段 VCR 之后呢，我们终于把我们的岛主张艺兴盼来了。岛主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啊，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岛主好。你也是是我们刚才的幸运岛民，对，我们都很激动。所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一次冒险岛二的特派主持人 Nick。那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玩家，也是我们的岛民，他叫二石头。很厉害，感觉刚刚操作很工整。对，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也是那么多岛民啊，等了我们岛主这么久，所以呢，我有一个小心愿，不知道我们的岛主可不可以发福利？哎呀，太棒了！我上来就发福利，当然了，当然了，谢谢大家支持我，谢谢大家支持冒险岛二。那也是大家将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 CDK 啊，输入到我们正确的兑换界面，就可以兑换我们岛主亲自送出的礼品了。岛主可以开始送礼了吗？好，三二一，开始。哇，我感觉有一道光泛出来了，有没有？那恭喜获得奖品的观众朋友们。哎，岛主啊，刚才我们也是有悄悄的在看单嘛，然后看到你拍摄也觉得你特别的辛苦，我们就很好奇你在平常就是很辛苦的这个闲暇呀，会不会玩我们的冒险岛二作为休闲娱乐呢？哎，当然会了。
因为冒险岛二这个游戏做得非常精良，真的是良心游戏，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休闲小游戏，加上整个的操作性也比较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游戏还值得大家一玩的。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哪个服务器啊？我在刚才二十头在跟我们导悄悄沟通的时候被我悄悄听到了，呵呵，是不是女王镇？是是是，对吧？对吧？被我猜到了。那在女王镇的朋友们呢，也是要抓紧时间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福利哦，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跟我们的岛主张艺兴一起组队，好不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在探班的时候啊，几位岛民都非常好奇的，就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你的等级情况和装备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应该是59级的侠盗，对。59级的侠盗。对，所以然后装备评分是装备点数是。这已经很高。4673。嗯，二十楼看着有什么？有基本上所有的副本都已经可以打了。有四个重装。现在武器还不是重装，想搞两个橙色武器，还可以再强化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弄一个两个橙色武器呢。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我们的岛主有全服仅仅一条的。对，这其实全服仅仅目前只有一条。你是说这条金龙是吧？金龙，对对，非常羡慕。哎呀，丹龙的岛主居然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全服第一条。哦，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他们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这个坐骑，因为我是一个坐骑控嘛。所以我特别喜欢。对对对，刚才我们在闲暇就是在预热的时候，我也是忍不住问了一下，好像我们岛主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坐骑，那待会儿可能是有机会跟大家展示一下现有的一些坐骑。好了，那我在这里呢，相信很多的岛民们在看直播肯定都非常的着急了，说好的代表广大岛民向我们的岛主提问呢，那岛主这里也是有一些问题是代表我们广大岛民想要向您提问的。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冒险岛二这个游戏，你最喜欢哪一个职业？我最喜欢侠盗或者是战士。因为自己是侠盗所以喜欢吗？因为它比较考操作嘛。哦，所以你其实在操作上还是比较讲究很细腻的。对，我比较喜欢玩有就是稍微好玩一点，有操作一点。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时装啊，甚至会考虑自己去 DIY 这样子？时装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羊头啊，你们看到现在这个羊头啊，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羊头，比较有代表性。是的，那也知道你新专辑叫 Sheep 嘛。那我们在游戏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偶遇自己的粉丝然后认出你了，会不会跟粉丝互动或是组队？昨天我就那个遇到了就是我的粉丝嘛，但是好像他不知道是我，就我在他旁边拍了太太，就是擦肩而过吗？对，他也不好后悔。原来是这样子啊，那其实我们呢都非常的希望岛主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呀，也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注意休息。今天二十头呢，也要代表我们广大的岛友们，向我们的岛主提出一个问题。岛主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游戏你最喜欢的是它哪个环节？我喜欢它的 PVP。就是跟大家就是去打这个竞技，就是因为可以一个是他的操作，一个就是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高手来过招嘛，还蛮好玩的。就主要是这个他的整个的这个左右的这个操作真的是很方便是吧？太就是真的是有操作的游戏，所以还蛮喜欢。原来我们岛主就是会喜欢 PVP 这种带操作多一点的这个环节。对对对，下来 PVP 要热火了。是的，那么还有更多的福利在等着大家，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个岛主跟现场观众连线的环节，所以千万不要走开。那既然天气这么凉快，对不对？那我们要不岛主我们一起先热个身吧。好啊。那我们先面部热身怎么样？怎么了？面部热身呢，就是我们游戏当中呀有很多关于我们岛主张艺兴的表情包，对不对？二十头。对对对。那我们先展示给岛主看一下，让他自己挑一个，然后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可以吗？可以啊，怎么？来，有很多。来，我们你好啊。哔哔哔哔。这个也有吗？哇，今天大发福利，真人版 Q 萌的我们岛主张艺兴的表情包，真的。我都已经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截成动态作为 GF， 然后我们天天都在用这个表情，对不对？好嘞。那做完我们面部的热身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游戏，开始我们的休闲娱乐部分，怎么样？好啊。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疯狂酷跑。好嘞。我觉得这是二十头的强项，所以我们看到底岛主跟二十头哪个更厉害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画面。
疯狂酷跑到22000里的地址。先 QQ 地址，他要跑出来，要等待一个。好，那现在我们在一个等待界面，20楼。在等待界面的时候呀，我们20楼可以跟我们的导主分享，先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些、窍门，有没有？这个游戏的话，它里面有一些需要加速，还有一些减速的地方，同时它还有好多陷阱之类的。对对对，对，就是会有很多障碍，容易掉下去。啊，你摁一下 M， 然后来到我这张地图上。那基础的操作呢？基础的操作就是方向盘，还有就是我们的跳跃键，就是 C 键啊，常规键啊，常规键。其实还是很简单。路途中间你要当心一下其他的嘴，就是其他的玩家是不是会给你造成一些小小的困难？他们会弄一些小陷阱，就是怕猪队友了，是吧？啊，对对对，比方说我这种直升飞机，居然说自己是猪队友，你怎么会是猪队友？对，我们还希望你能够带我们起飞呢。放到22下。那我看这里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在原地就做出很多表情的那种。要不要做两个导主的？你好，现场给我们导主。你看，游戏即将开始。哦，就是你刚刚做的表情。看的是全身就会比较可爱，我就更喜欢真人版，更贴近我们的现场。22线。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个传送门。等一下，请朋友们吧。游戏即将开始，你可以跟导主分享一下你这个造型。密码还是你的生日。游戏即将开始，这个造型的话呢，就是主要中的一个街头风。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我专门为你制作的，好吗？对，就是为了建议，然后专门做一个。这个活动的话，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看一下。你好啊，游戏即将开始。你好，再等一下。到时候怎么想会一起跑？嗯。游戏即将开始。记得要把那个关卡开，然后呢，这个慢一点。这个就很拼命。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这个它只有空格跟这个键。对，空格然后跳就可以。C 键跳跃。朋友们吧。游戏即将开始，上面还有个等待时间，马上10分半了以后我们活动。游戏即将开始，你好啊！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你好，最多可以有几个？最多的话，这里面可以有20个。你好啊！其他的朋友们吧。20个？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你一般都跑多久？游戏即将开始。今天的话，那说了。之前有感受过这个吗？感受过。游戏即将开始，未完成。未完。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一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咱们试一下，最后还有10秒的。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9秒、8秒、7秒、6秒。游戏即将开始，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吧。倒计时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这个倒计时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时间给大家准备一下。对的，所以还是有足够的时间。我跟你讲一下游戏的规则。是不是还是比较容易？对，真的到底是了，准备好。好，开始跑。哇，放了尾。导主加油！这地上是有一个加速，这个、有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下。这个箭头是加速带，对不对？对对对。那这个反方向的蓝色箭头是减速。反方向，你看一下，我试一下。哎，这真的减速。导主加油！导主，这个可以的，超过去。绝对不能让这个20头居然可以。我们导主目前暂时领先。爬上来的。嗯，这地方是有的时候就跳不起，哎，跳下去了。哦，我就说嘛，你看导主，这里可以。哎，刚才导主你是不是居然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对呀、啊。我真的谢谢导主。然后这边导主也马上跟上来了，我们的20头又一次的被加速带减速，对的。导主加油，还在往上，往上，这里有障碍物。看到20头目前领先，但是他掉下去了。这个呢？哎，岛主现在在前面疯狂的奔跑。哎，没有关系，你这个加速带。我再抄一个捷径试一下好吗？往这边走。哎，是那个吧？是那个木头吧？对对对。这边有一个，这里可以直接跳过去。原来这里有捷径。有一款直接过去。是的，是的。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坐上这个小电梯，直接滑过去。等他一下，再靠近我一点，来。我先走了，没有等导主，你这个叛徒！不是说好一起玩？哎，你好，说好一起玩耍的呢？你好，掉下去了。你好，你好，导主人呢？这主要太快了。你好，也可以走一下这个加速带。你要你好啊？是自己过来吧？我觉得你好危险哦，导主你好啊？对，不行就一定要。你好，哇，这个好坚持。好久见到你，导主现在直接已经坐上来了。哎，你要讲吗？刚才你教那个是下坡。
升的加速就可以往这两个键要一起啊。你好啊，对，是有小窍门的，有一点小窍门。两个键要一起啊。你好啊，到顶的时候可以。为什么？对。你好，其实我以前也老这样。是的，没有关系。这边二十层呢还在玩。没事，看我听从你们语气中听出你们尴尬没事。没有。野心的好友邀请。昨天。没有。再来一次，这个车马上过来。其实我们听说小组这两天会经常玩游戏什么的，就我们就很想每次也对个现场，对，就怼不到。哎呀。哦，真过来。我这个真的是。可以，就是有的地方不一定非要跳。好了，刚开始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地方都挤不过来。不一定就是在那个河里面可以不用。到了，对，时间到了，对，时间到了，对，那它这个时间限制是多少？它时间限制，三分钟完成所有，我觉得已经不错了，能跑到这里。我第一次跑到这个一半，我就迷路了，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但是这里虽然说，哎，这里还有一个，哎，这里有一个迷宫，哦，时间到，哦，这样子。虽然三分钟，很短，但是我觉得。真的我玩的还是对，还玩的还是挺开心的。岛主也是很耿直，直接说我听出你们很尴尬，但我觉得岛主很努力，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小电梯嘛，也是反复的去尝试，最后还是坐上去了，对吧？最后还是通关。那我们希望这个岛主还是能够再开心一点。我们接下来我开心啊，是吗？开心，很开心。那。我们接下来就稍微休息一下，岛主带我们去岛上转转吧。平常都喜欢去我们冒险岛二上面的哪些地方呢？一般就是去家里，然后在主城转转，主要是主城你棋坐骑有人看，你不然的话在家里棋坐骑。那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坐骑。我现在就在飞了，你看，哎，这个龙是真的很稀有哦，只有这一条。哎，我想很好奇周围的人会什么表情。没有，除了真的很嫉妒我们。你看我们这纸飞机。为什么你是纸飞机？完全不是纸飞机，现在还在我手里。哎，那岛主平常就是平日的造型啊，包括活动的各种造型都非常的时髦。我们可不可以去商城里面转一转，看看那些 DIY 跟你有关的一些元素，会不会自己很喜欢呢？商城里面在这里输入关键字，输张艺兴好像是有东西的，就是有什么对系列的这个商品出来。这都是哇，你的粉丝设计的吗？这么多？是啊。那岛主要不穿两个，然后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跟自己像不像？蛮像的，整个哇，这个蛮好看的呗。买了，买了。你们要不要给你们送一个？我自己买。啊，这么大方，快！哎，这个是岛主亲自送的哦。哎，我跟你讲，这个可意义不一样了。他现在要这个福利可要解一下安全锁。对，安全锁。岛主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有，就是整个坐骑我是最喜欢的，坐骑这块。你试穿一下就行。这个时装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时装里面吗？时装里面就是这个羊头啊，刚不说了吗？就是这个羊头，这羊头是真的好看的。要不要做一个现实版的？对，做一个现实版的，戴上也好可爱，对不对？刚好跟我们的 MV 是搭调的。是的。这个书包也是小羊的，就是那种 sheep。哇，也非常可爱，这么跟你一个版系的，你看，对，真的很可爱。好，我们虽然没有耳朵，就知道是羊。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耳朵，对吧？那是因为这个我们冒险岛二当中玩家是可以自己去 DIY 的。那我们过完了商城呢，也赶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环节了。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岛主夫人开放日嘛，有很多的岛民呢就精心的装扮了自己的家，想要邀请我们的岛主能够去参观一下，不知道岛主这边意见如何？可以啊，那太好了。真的吗？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跟大家一直强调的超级大福利时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将你的电话号码输入到我们的屏幕上，通过弹幕的方式滚动起来，快滚动起来，躁动起来，小朋友们。岛民们快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后台呢将随机抽取一位幸运观众跟我们的现场连线，也就是跟我们的岛主张艺兴进行连线，好吗？那在这个抽取过程当中呢，我们先一起来问一下我们的岛主有没有什么期盼，有没有想过我们幸运观众会是一位男的这个男性的玩家还是女性玩家？应该男女都有吧，男性应该女性多一点，
对，女性玩家应该会多一点，对。嗯。但是这个游戏的整体的玩家应该是男女应该是蛮平均的，而且也有像你这样的美女，啊，这样表扬我，我脸本来就很红。应该也是在游戏里可以那个，所以我的哥们们，我的兄弟们都有福利了，可以尝试一下。哎，这里面这个公会哦，嗯。难道不邀请一下吗？这个天大的机会，这个荣幸吗？啊，对，那我们这有公会，这有公会。好，我们这边赶紧让后台已经接通了我们的现场的幸运观众，请我们的岛主把我们的耳机也戴上。好，我们现场进行一个语音连线。我觉得这位观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喂，我邀请我哈，超级玩家。哎，喂！获得了一个成就。现场观众有吗？哎 ，Hello， 喂。你好。哎，喂，你好。真的是我吗？是你是你是你。啊！你天哪！啊，这个岛主夫人开放我有点兴奋，不能呼吸了。哎，淡定一点，淡定一点。跟我们的岛主打个招呼吧。啊。啊，张艺兴你好，我是你的小迷妹。你好，你好，我感觉太幸运了。是的，是的，我蛮开心的。那好，那请问怎么称呼呢？我游戏里面叫咩咩叫的小西瓜，叫我小西瓜好。咩咩叫的小西瓜。咩咩叫的小西瓜，昨天你是不是在挂机啊？每天都有在挂机啊，每天都在游戏上了呀。哦，了解了解了解。天哪，一看就是老玩家怼着我们的这个幸运机会，对不对？好，那请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将我们的咩咩叫的小西瓜加入好友，帮我们拉到一个组，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参观小西瓜的家了，好吧？啊，还要到我家来是吗？岛主会一起来吗？岛主当然会一起来呀。哦，太好了，我叫我小伙伴们一起过来欢迎岛主。啊，可以可以，你要问岛主，我不能做主。可以可以可以，你来吧。好，我们如果加上好友了，系统这边 OK 了吗？应该是可以了。加到点了，你可以直接加上好友了吗？我们通过好友界面看一下，后台应该是已经操作上了。密码是进他的房间。密码是233233。好，密码大家都听到了吧？哦，对对对。嗯。嗯。正在进去哦。啊，好的好的。哎，岛主平常会风格的，已经进来了。有新的好友邀请。哇，见到真人，我超开心的。就进去了。哈哈。哇，这里面。哇，你们都是戴着羊头哎。对啊。粉丝吗？哇。哪个是西瓜？应该是这个吧，这个。这个带着蝙蝠翼的这个应该是他吧？对对对。啊，我是这个。你好。哪个？我是小翅膀的这个。对啊，就是哦，这就是小翅膀，哪个小翅膀？粉色的还是紫色的？紫色的。就这个吗？对对。对。然后你到我旁边来吧。对吧？不是这个。嗯。你好。当当。好，去参观一下你家啊。好的。哇，带着我们的岛主去介绍一下，可以摸这个小羊。哦，我们下面有很多观众在等着我们了，刚刚叫了好多小伙伴一起过来。哦，我总算看到了，哦，好漂亮呀！哇，谢谢。色的这个，我觉得比你们做的都好看。是是是，真的。我们今天闯关的真的都真爱粉呀，真爱粉呀，还是女孩子的心比较细腻。天哪，好漂亮哇！哦，这个小鸡，这个也好可爱。哇，你在桃树旁边吗？现在？对对，我在他附近，他在这边踢球。哇，他在踢球，有个小球。这哎，我想问一下西瓜，你的家搭建用了多久的时间？做了很长时间吧，就一直想做一个给粉丝们聚会的地方。哦，就是一个粉丝集中营。对，大家经常会在这边一起玩。哇，那现在岛主亲临你的家了，你这个粉丝集中营变得非常有意义。对，太高兴了。
可以用坐骑了耶。嗯，是的。那西瓜，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福利，嗯，你有什么小心愿在你的家里可以完成的？现在赶紧提出来吧。嗯，我想跟岛主一起合奏一首歌。合奏一首歌。特别想听祈愿。祈愿。嗯，可以吗？可以吗？在哪儿？哇，太棒了，太棒了！哎，我们上来吧。我在这，你是说这个舞台上吗？啊，对。我骑着一条龙，你看到了吗？这么炫酷的吗？强调一下。哇，这个你们是没有的。好，看到我。看到了，好。好炫酷啊！祈愿，好吧，准备。我们大家赶紧各就各位。你们其他的就伴舞吧。好，二石头，你看什么看？伴舞，伴舞。等一下，我把那个乐谱，乐谱放哪来着？背包，哎。好，我们这边岛主安排好乐谱，就可以正式开始演奏了。你看一下，把你的道具放出来。双击就可以。嗯，我们的小伙伴们，我叫大家哈。其他人都要来伴舞吗？好，好的，好的。开始了吗？啊，你们需要组一下我才行。需要组一下。需要组一下他。对的。那让他们组一下张艺兴，让西瓜。西瓜，你可以组一下我们的岛主吗？啊，可以，可以。啊，那你会有好消息的。哦，这个小羊好可爱啊，是个方块耶。会有好消息。这个小羊是我自己画的。哇，真的啊。会有好消息的。还有旁边也是小羊。继续啊。会有好消息的。好，开始吧。会有好消息的。等待队长开始合照。会有好消息的。队长，好了，赶紧。好，我要站在岛主旁边。满足你，好吧。合作祈愿。哇，你说真是，哎，游戏也像真的像一个世界一样哈。嗯，对的，做的真好。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演出了。他准备了。准备。你看他头上这些标记。我跟小朋友们大家说一下，对不对？等会儿如果说队长开启，他已经准备好了。嗯，那赶紧开始吧。好，西瓜。嗯，这就已经开始了。哇，你听。哇，这个伴舞好有意思。哇，我再换个地方跳一下，你试一下。哇。所以这个乐谱都是他你写的吗？西瓜，不是我写的，是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写的。我比较会做衣服，我们这件大家看这件黑色的这件衣服是我做的。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岛二就是可以自己去 DIY 很多的服饰和造型。这边家装也是专门是羊系列的。我超喜欢这个羊，我跟你讲。还戴一个小帽子。好可爱。
在身边。哇，现场福利。结束完，你看一下。我迷过他。哦。很棒。真的可以。好吧，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西瓜。对啊，嗯，也感谢导主刚才，就是张艺兴喜欢，我觉得就最高兴了已经。嗯，反正我现在对我们多才多艺的导主也是更爱一些了，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场音乐会。哎，真的很有心啊，嗯，非常，对，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用心，对不对？对对。然后导主刚才还现场给我们发福利，真的好听。对啊。对，而且所以下次一定要去听我们导主的演唱会。而且他做的这个家也真的很美，对，很精致。对啊，嗯，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天，我们一起私房探班了我们的导主张艺兴，和张艺兴导主一起游览了我们的冒险商城，我们还一起参加了西瓜的家，聆听了一场美妙的音乐会。对，在这些以前真的想都不敢想，今天居然全部都实现了。就像我们冒险岛二一样，在这里啊，放开你的想象去冒险。那虽然很舍不得，但是节目也是接近了尾声。岛主最后没有什么想对岛民们说的，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款游戏，然后享受这款游戏，也可以劳逸结合，然后可以享受游戏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款游戏，因为真的是一款非常良心的游戏，做的也非常棒。然后多多爱他，多多爱张艺兴。嗯，好的，谢谢我们的江岛主。那今天的话也是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了，我们一起在岛上等你哦，拜拜，拜拜，拜我是来自冒险岛二的方块妞，这次请了张艺兴小哥哥做我们的咩咩岛主。拍摄广告的时候，妞妞也在现场收集了好多独家花絮。看，这是我们双人的片场尬萌表情包，怎么样？有没有萌到你呢？嘿嘿。啊，小哥哥在看什么？大可也看得这么认真？啊，到底是看什么嘛？现在是张艺兴哥哥登场啦！我们萌萌的小水和蛋先生好像也超级喜欢舞台，快跑呀！张艺兴小哥哥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咩咩岛岛主张艺兴兴兴兴。哎，你知道，连魔都也被方块病毒感染了吗？连东方明珠外滩也沦陷了。这个平行世界里的一切都咻的一声变成了方块，保卫世界的萌力平衡，快快跟我一起上岛。